天气再冷也挡不住粉丝们追星的热情。最近迪丽热巴出席品牌活动，现场人气火爆到连媒体都被挤出了外围。一直秉承无修图理念的视觉中国，这次根本拍不到热巴，最后索性直接拍起了粉丝。而战斗力极强的战哥战姐们为了拍图也是屡出奇招，不仅拿起长枪短炮，为了有个好视野还直接用起人工梯骑到男生脖子上拍图。果然这年头追星要用尽浑身解数才行，台下粉丝热情似火，台上热巴一身大红色皮衣御姐范儿十足，扎起半丸子头又多了几分可爱。这能打的美颜配上可遇可萌的造型，一出场就让粉丝们尖叫连连。当主持人互动把手搭在热巴肩上时，男粉丝还吃醋大喊把手拿开，可以了吗？把手拿开。男粉正面刚，女粉也毫不落后，活动现场激动到在线分裂，前一秒对着热巴喊老公，后一秒却喊看看妈妈吧。隔着屏幕所长都感受到了粉丝的声嘶力竭，记录下这个时刻吧。追星不仅使人辈分混乱，还能让人陷入爱情。这不早前还有富二代粉丝开着豪车拉起横幅在衣服上写字求婚热巴，简直 so crazy。 热巴我爱你。虽说小姐姐的魅力无法阻挡，但大家还是要理智追星，安全第一，做个乖巧的爱丽丝才最可爱哇。